你一来就先来这一块，因为他有货呀。马哥啊，上次我记得你就在这抓，这怎么意思？海红，哪儿都长的海红。哎呦天哪！那我再找一找。我觉得那梁上面，那应该绝对有，还得有。你上次就在这儿挖出来的，还在逮那个海参呢。海星。海参，小海参出来了。看，这搁着，等。像捡钱一样。我再瞅瞅啊。哎，你在这挖去，挖这儿，这儿有个眼。黄皮儿。这个。你不用挖，我就用手抠就行。小黄皮儿。小黄皮儿拿着吧。太小了。行 ，OK， 听你的。拉一个黄皮儿。拉干了。哇，我看一下这个大。我感觉这个好大。上手，有上手，我就要上手。哎呦，这超大。这个肉得三两，这个肉得三两。鱼，你觉得飘在水面上那是个啥情况？鲈鱼啊。大不大？来，我看一下是。哎，不行了。哎呀。估计让那个船。打嘎啦的打出来的。对。哎呀。放着吧。哎。裤子都给我烫湿了，不然这是一条死鱼。来，你别瞎放了。哎呀！哇，天哪！别着急。他的泥怎么陷得太紧了？你看这个，我正瞅他呢。虾棒啊？嗯，全是虾棒，小眼儿。这也是。这片都是好像。嗯。抓了一个。来，等一下，黄色的，你给我上去。啥情况？有一个。来，往外走，这儿一个，我裤子这湿透了。慢点啊！来，这个把这个挖了。从里边跑出来，这个大。这比外面大呀。越往里越大。哎呀，不能压力烫了，这家下子吃的。啊，我感觉这是泥啊！别过来，确实是泥。得了吧，我退出去了啊！来，铁嘎了，来。现在感觉像个壳呢。哈，活的。哎呀，这都是泥啊，你走着慢。你看这块好像就不长虾棒了。扔出来，我给你放桶里。那就完事了，哥。好了，陷住了。你要踩了。哎呀！哎，你慢点。咱要玩水到底。铲子拿着都用不上，感觉。哎呀！我给你把桶面着吧啊。哎呀！鞋里都是水。你是不是鞋垫又湿了？这个我忘提鞋垫了，在那双鞋里边。走，哎呀，洗了个海澡。我就说嘛，我反光我看不清楚，看。这个在这儿。哎呀，二哥，你这速度，你这抢着找我急啥呀？我也得上手呀。
看着难受。哎呀，哎呀，热呀！热的我不行了。哎呀，我们洗一下，走。这大中午这太阳烤的人难受，不能冻死了呀。先生，越往里个头越大。我跟你说，我估计最近这能出来，都是因为里边的大闸蟹打的，连鱼都打死。那么大的鱼。